起床，快啊，快拍啊！开拍了，开箱。要怎么开？就花开啊！桃园龟山乡华雅科技园区。快开，那不是重点，快开呀、啊！掉什么？你开，打开它。它是从哪里开啊？是这样开的。电源线，虾米电源线？啊，变压器耶！变压器，几瓦的？几瓦的？我来看看，拍摄45瓦，45瓦。哎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这怎么开呀、啊？这怎么开箱啊？我这盒子设计的太烂了，你看了、啊。虾米嫌它设计的太烂哦，这什么哦？哦，主角出现了，很轻吗？你拿拿看，这是什么颜色？知道吗？酷炫紫，酷炫紫，什么？哇，这怎么开呀、啊？开开，开机了啦！等一下要检查一下，快去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。你有拍出来齁，我是瑕疵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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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箱子里还有什么？快把它打。没有啦，就保证书而已，说明书而已。就说明书啊，你都不拿出来，那哪叫开箱？不用啊，说明书干嘛拿出来？一个耳机，一个 SD。不，那是 micro SD， 不是 SD。哦、micro SD。USB 耳机孔、耳机孔在中间，来这边 Type C、Type A 两个，那是 3.0 吗？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买的，你不知道。我看看，好，开机，结果没有电，对，随便啦、啊。那电源按下去，就跟你说要看说明书吧，你连开机拿出来。你连开机都不会，快！你看你开箱少了一个东西，整个就不顺利了。怎么那么烂啊？哎、欸，怎么出来了？他怎么那么慢？哇，他还有背弓键盘呢。有啊，都蛮有。请稍后。不吵啊！虾米，那是风扇的声音。对啊，跟我的一样吵、欸。天都亮了，还在请稍后播个影片，看看音声音好不好听。怎么样？这是最大声哎、欸！这是最大声！你把它拿起来，可能是喇叭在下面吧？啊，这个荧幕是最亮的吗？对啊，哎、啊，你把灯太亮了嘛？没有啊，是它荧幕就这么暗，感觉听起来还不错啊，还算蛮 OK 的嘛。比起我的电竞笔电好太多了。哇，是第十代的神奇 CPU 哎、欸！哇，它冲到四了，快吃！3.9是什么鬼？它要爆炸，它要起飞了，它冲到四了。这也太多更新了吧？你自己滑滑看，我觉得还蛮顺畅的。我觉得比我的 MSI 好太多了。你的 MSI 是烂到爆的。那个 MSI 是六代的，这已经十代了，已经快5年了。哦，这不是南港的那一颗吗？嘿，就是南港的桥上，你怎么看起房子来了？哇，装卸充电车位。什么？你在看房子？快打字！充电车位，你打一下字看看。打什么字啊？打个字看看，键盘好不好啊？哎呀，键盘都不是我的主要诉求啊。那电脑没有键盘，那你就买 iPad 就好了。因为我不会用这个键盘，比较少用。又不是我在用，我打它干嘛？自己就会用这个键盘啊。哇，你终于打起字来了，好不好打嘞？哎，这打起来真的是跟你的差不多吗？对啊，可能是用同一间公司的键盘吧。哇，怎么更新这么屌啦？你又要说什么？那、啊、你上次去现场，他已开很久。对啊，我现在是我刚才要讲。对，我一开始就讲了，好不好？就队友开机都很慢。邪恶256GB，
才二五六，你要赶快做个结尾。今日事今日毕啊。结尾要讲什么？就赞不赞？赞不赞哦？普通。普通啊。他多少钱啊？我都不知道他多少钱。两万。两万 ？What？ 这个要两万？是啊。虾米？我以为是一万多，妈妈说超便宜，你才买的。是两万，一万多可能就更跑不动东西了。两万，那你怎么不买那个 Acer Swift 3？ 我那个两万，两万出而已、啊。那个不能增加记忆体啊！你要增加多少记忆体？然后我拿回去用，拿去我的房间用。看来是你不太满意。走，哎、欸，你那东西要帮我收起来哦。就在那啊。硬碟啊，有没有那个盒子啊？拜拜。